很可靠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加入到你的 vlog 当中说的东西。这不是我的 vlog， 是我们的 vlog。 哇，你好会说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人录 vlog。 你出汗了，太热了。来，于老师辛苦了。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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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抱他，你应该帮更优秀的人，不能抱他，我要去抱韩老师。你应该抱韩老师他。我现在两个是两个门派的弟子。Please listen carefull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月涛，今天我在 Mini Bazaar 的现场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潮流人士一般吃什么东西。我们吃麻薯，吃一下试一下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有心之年，我居然看到了男明星。你今天穿搭有什么就是小心思在里面吗？今天的穿搭又不是我弄的，真的很难聊哎。于冰莹的发色也特别好看，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什么头发颜色吗？发型师染的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？没有没有，金色里面带点高级的金，很帅呀、啊！我在他面前感觉就是黯然失色。要听什么？今年我要嫁人是吧？我的妈呀！有感觉了，可能我没感觉。好，今天我的 vlog 就这么结束啦，大家猜一下下一条 vlog 是谁呢？再见。早就打完了，我用你提醒啊！来，快问快答，我们的名字叫什么？姓龙，胡月涛。我多大？很年轻。很年轻，不会说话，说去。他多大？特别年轻。为什么在他身上要加特别年轻两个字？因为我就是特别年轻。我看着你们说的。随便本来开始考 mini bazaar 就是员工。现在排名是多少？我带了几次哎？两次。说出当下最火的男艺人的名字，三二一。为什么他在前？我是站的不够高吗？暗自我觉得还是啊。牛，来下一位。你最想合作的男艺人的名字，三二一。胡月涛。又是他，又是他先说景龙，咔掉来。你最想合作的艺人，景龙。啊，这个我给满分，这个我满分。新时代的年轻人就是洒脱的，不能说是越来越大胆，而是说越来越洒脱，越来越活得自我。这怪我可能格格不入，但是我也怪我不是脱。就算每个人都是怪我，人有互相安全。收获到最大的友情，兴起一个浪潮，其实的确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而且最可贵的是，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人兴起来的。